接着 SNG 为您连线高雄市长热乎乎的当选人韩国瑜，韩市长，市长你好。市长你好。各位来宾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市长好，我是钟小平。市长好，市长。市长，我们现场有非常多的来宾，很想在第一时间跟你对话啊。现场有钟小平，有罗淑蕾，有邱明玉啊。我们先恭喜你啊，在今天以非常大的差距。罗辑小姐。罗辑小姐马上就会到了，她在赶场中啊，所以她过几分钟马上就会到现场。不过，当然先恭喜您啊，在今天这一场仗打得非常的漂亮。我想知道，因为其实在封关之后的民调是不能公布的，但你们内部持续在做滚动民调，今天的选举结果跟你们之前在选前最后一刻所了解到的民调有差距吗？说实在的，我从来没有去主动做过民调，但是有很多机构、很多单位做的民调，陆陆续续都传到我的耳朵里面来。因为我的认知很简单，民调高必须往前冲，民调低也要往前冲。既然都要冲，我个人是候选人，知道这么多民调要干什么，我就不停地往前冲就好。那你不可能不知道。所以在封关之前的民调，你不可能不知道。我听到一些版本，然后在封关之后也听到了一些版本。我的内心从来没有动摇过。我相信你的内心没有动摇过，到最后十天还动摇，那怎么得了啊？但问题是，我想知道的是，你们的资讯在投票前夕的最后版本是什么样的民调的情况？可以让我们知道吗？反正现在可以公布了。它有好几种版本。有的说领先一点点，有的说领先很多，有的说落后一点点。我听得我头都快昏掉了。领先很多的最多到多少？我就没有办法再管那么多了，就是往前冲，继续拉票，继续认真拉票，就是这样子的。好，那选前，在投票前夕，也就是昨天晚上有传出啊，绿营曾经在网络上盛传，绿营有可能会召开记者会。那么当时据说你们曾经模拟沙盘推演过，有可能是跟您多年前的车祸有关。你们有没有在内部做危机处理的讨论？也就是说，怎么样面对这个记者会？然后当时有没有在战略上、战术上做新的考量？其实昨天晚上这个传出来这个谣言只是之一，不是唯一啊。为什么不是唯一呢？因为我们认为各种可能状况很多，所以在沙盘的时候，在推敲的时候，我们演练过很多，猜想过很多不同的所谓的选举的奥博。那听到这样的时候，我们大本营里面心并没有乱掉。所以除了我们就说，如果遇到这种问题我们该怎么回答？好，遇到这种状况该怎么排除？告知所有的高雄市民，就是如此而已。好，所以当时有多少版本？除了车祸之外，还有其他什么版本吗？我们就是各种猜测都有。比如说，这就是所谓幕僚团队要开始拟假想敌。我们这边有律师也有医师，也有各种方面的有经验的学者专家，他们就自动自发的就组织起来了。好，那关于车祸这个版本，你们当时有沙盘推演，要怎么回答这件事到底怎么回事？我想我还是很好奇的，帮观众朋友问一下。其实这个问题很单纯，它是12、13年前，没有一个人想要发生这种交通意外。那法院也判定了，该和解的部分也和解了，那我个人也受到法律该有的惩罚。那过了12、13年，怎么可能会突然在选举前一天冒出来呢？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所谓的大家来开始所谓沙盘推演，就是针对这些法院判决的白纸黑字把它准备好。当时对方有违规吗？这个我想哈，阿公，我这样讲，因为对方不在现场，对对方不见得公平，因为法院的判决白纸黑字一清二楚，我就不再讲了。好，我们就不再讨论事件。法院判决为基准，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公道一点。好，因为选举前夕大家都很紧张哈，各阵营都很紧张，稍有风吹草动都有可能改变今天选举的结果。在今天开票的过程当中，当然
刚开始咬得很紧，后来慢慢拉开差距，到底在哪几区的投开票出来的结果是超乎你们预期的？有哪几区在你们之前的评估，然后跟开票出来结果出现比较大的落差？我现在还没有整个做最精细的分析，但简单来说，在蛋白区，蛋白区高雄县过去国民党最弱的蛋白区，我们并没有表现那么差。在蛋黄区，我们的表现也超过预期，所以这个选票我才能赢得这场选举的胜利。按照过去传统的话，这个蛋白区我们可能要输10%到20%，那这次很多地方都打平了，甚至我还小幅领先，这个使得这次的选举的选票整个产生结构性的变化。可不可以谈谈三山区啊？因为在选前大家都说得三山者得高雄，所以这是三山区的选票开出来的情况呢？跟你们原先的预期，目前我还没有整个精细的分析，我相信这一两天我们就会整个精细分析，就会精细分析完毕。那现在只能够用报过来的选票，那大家就既有的数字来做推估。好，现在郭正亮也加入了我们的现场，哎，郭正亮有话要跟您对话，来，郭正亮。哎，韩市长啊，恭喜你啊！那因为我也是高雄人啊。那我当然是我们高雄确实底子比较差啦，啊，未来有很多产业政策、就业政策啊，尤其年轻人普遍薪水不好，这些都需要加强啦啊。那因为您只提到比较笼统的嘛，就是说人进来货出去啊，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具体落实啦，不要只有两岸政策的改变，也要有产业政策跟就业政策实际的提出了。有没有比较务实而且立即可以马上做的，怎么让人进来货出去，高雄赚大钱？有两件事情立刻可以做啊。第一个，我当高雄市长，高雄市政府会架设一个交易平台，所有农产品、渔产品这些生产者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把你的讯息放出去。第二个，明年2月之后，我本人或者我指定的副市长带着农渔民的团体立刻往海外去抢订单，这也是蛋白区。那至于蛋黄区，我会再次拜托所有在海外投资的台商朋友们，如果你们在寻觅另外投资的地点，请你们回到自己的家乡。高雄市政府一定会创造一个最好的投资环境，所有的环节我们全部开绿灯。那希望这些广大的台商朋友能够回到高雄，那其他外地跟外国的朋友们，高雄市政府也是一样张开双臂，希望你能选择来台湾高雄的投资。至于观光客，我们会大力争取南进南出或者南进北出，可是高雄市的观光特点要赶快做出来，否则来到高雄以后觉得这里不好玩、不好吃、没有意思的话，没有回头客，那我们观光政策是失败的。这些方面我会全部加强。好，我再加一个问题，请韩市长现在是要保持在我们 SNG 的线上，我先插播一下票数哦。目前因为台北市还在持续开票作业当中，第一手中目前的票数是54万061票啊，现在又一票0994票，而柯文哲的票数，哇，非常接近54万986票，哇，差距不到100票。我们会持续滚动来看台北市目前非常激烈的开票情况。好，来，我还有一个问题。好，郭正亮，韩市长，很多人都江湖传言呐，说你会跟柯文哲一样，在当选之后，就在高雄市搞五大弊案来追击民进党，你是不是有这种想法？其实郑亮兄，你这个问题问得有一点敏感。我真的是希望过去的我都一肩把它挑起来，我眼睛看着现在跟未来。那过去几任市长都有贡献，我再说一遍，过去历任市长都有贡献，那我现在就是把现在掌握好，未来开创好。所以请相信我的心里面完全是磊落的，是阳光的。
绝对不会有一些不当的想法，我会一肩扛起来往前冲，好不好？我们轻松一点，你会要求王世坚实践他的承诺吗？我希望王世坚在我就任第一天就来到高雄爱河，找一个点就勇敢的跳下去，哇，必要时我在旁边帮他拍手。市长这样讲，我认为世坚兄是非常可爱的。那现在我还没看票，我不知道他连任成功了没有。他连任成功了吗？王世坚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有他选上了，他连任成功了。那就请您发个邀请函了，请他务必到高雄爱河一趟。是，啊，如果王世坚来高雄爱河跳下去的话，我希望所有今天在场的所有贵宾欢迎来高雄，我帮你们出高铁票，我们一起来这边好好看一下我们高雄，真的很漂亮。啊，真的街道很宽，我们只差两件事情，一个经济搞好，一个空气污染搞好，高雄会是全台湾最棒最棒的经济巨人，请大家拭目以待，我们会勇敢的站起来。你头发少了多少啊？这次选举他们不是说拔汗毛可以招财吗？据说被拔了不少，被拔了很多。我刚才在电视上看到郭正亮以后，我突然觉得欣慰起来了。你变寒碜了。谢谢了，阿关，谢谢，因为我还有好多事情，非常感谢大家。因为我们罗吉小姐已经到了，罗吉小姐有问题要请教。来，嘉青，来，嘉青，我想第一个我要先恭喜那个现在叫韩市长哈，我们也很期待说过去的选举就是一个民主的过程，那接下来我们也很期待高雄不要再被说成是又老又穷，因为他确实不是老跟穷，他是需要有一些阶层的不同的拉近的过程，那我们也很期待说过去的成绩可以有一个适度被合理的对待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希望高雄能够变得更好啊。这是你的期望。至于呢，你有问题？谢谢嘉青副秘书长，谢谢罗吉小姐，每一次跟你谈话我都觉得我增长很多的智慧，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谢谢你。市长问你一个问题哈。市长，太多人要问你问题了哈。你今天晚上要睡哪里啊？你不是说要去睡果菜市场吗？我没有，我就职第一天我就会到菜市场去睡。所以今天晚上代表君子不忘本。12月25号。没有没有，今天晚上是开票，就职第一天晚上我就会睡在菜市场。所以就职第一天我是从菜市场出来的，所以就职第一天我一定要睡回到菜市场。今天没有要睡菜市场。做一个人最基本的不能忘本。好，今天没有要睡菜市场啊。我刚刚是先表现我的民主风度了，但是我还没有提问啊。哦，你赶快问他，他说他时间有限。对，那个市长，我很期待可以看到你的爱河的这个所谓爱情摩天轮，爱情摩天轮，以及你的这个太平岛挖机哦。没有没有没有。我比较务实，我是说爱情摩天轮这个所谓的爱情产业链，我很希望很具体可以看得到你的规划哦。第二个呢，我对于这个旗津你要设的这个自治所谓特区的做法，我也很希望我很快近期就可以看到，那我希望你可以具体的告诉我们你打算怎么做。好，爱情摩天轮会很快动工吗？这个要经过安全评估还有土壤的评估，但是爱情产业链我一定会去做。爱情产业链会创造很多就业的机会，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做。爱情摩天轮如果经过安全评估、环境影响评估，而且能够 BOT 顺利，有人愿意投资，我们何乐不为？我们一定要做。如果爱情摩天轮做成，爱情产业链也成功了，我们罗吉小姐欢迎你，一定要跟你老公一起来我们爱河一游，好不好？那个市长，市长，我一定要问一个问题，我是被你那个要快要跑路的邱明玉，因为我赌了陈其迈会赢的。那我想要问一下，就是说，因为这一次你算是一人救全党嘛，那今天晚上你登台的时候，很多人就开始要你选党主席啦，甚至要你选总统啦。当然我知道说现在这个问题有点早，你要先就任市长嘛。那你未来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划吗？一人救全党，然后你会进而去选总统，去选党主席吗？明玉小姐，我跟你报告，我只两年前我只是一个卖菜的，如果我认为自己今天有什么了不起，那就代表我这个人已经愚蠢到不可救、无可救药了。所有这些国民党县市长当选人都是他们自己多年来的努力，我最多最多也只是去插花一下，帮他锦上添花，我没有这么了不起。
所以这些县市长，他们今天赢得胜利、赢得成功，都是他们自己的努力。市长，至于现在，我当前要赶快帮高雄赚钱、赚钱再赚钱。市长，这是我给自己的期许，也是对高雄市民的承诺。市长，我是周小平排队排了很久，麻烦问一下哈。是，那韩大哥，市长，那个二十几年前你找我去打篮球，就你们立法院队我去当枪手跟佛光山打，你还记得吗？照片还被找出来。那我们记得那时候你射了好几个三分球。是是，那我们成立了吴敦义要已经成立了 KMT 篮球队。你就职之后，我们去佛光山打，你来开球或下场打球好不好？邀请你。你们来，我帮你们提供矿泉水。但是对不起，现在啊，小弟啊已经体力不太，没有办法再负荷这么你开球啊，开球可以吧？开球。啊。开球当然可以、啊。好，那我开球绝对没有问题，绝对没有问题。那接待我们了哈，接待 KMT 篮球队，接待一下。好，来，罗叔来。一定，欢迎欢迎，所有在场的贵宾，包括郑亮兄，包括我们嘉青小姐，包括我们今天阿关主持人，都非常欢迎你们将来随时来高雄。我们是一个很棒很棒的城市。我是高雄人、啊。拜托大家，谢谢大家。韩市长看起来是要 ending 了哈，但是我们现场罗淑蕾还没有问到，公平起见，还是要让他问一下。来，罗淑蕾。市长，那个恭喜你哈、哦。其实你刚刚提到一个，就是说要发展那个高雄的那个产业，让那个高雄能够经济成长哦。其实你提到一个重点，你说希望台商回来哦。其实这个我很早之前哦，在那个马英九执政的时候就建议过了。那个台湾的经济要起来，一定要制造业回来嘛。那制造业回来，最好就台商回来嘛。那台商回来，你要解决的问题，比如三个问题，就土地的问题嘛，人工的问题嘛，还有他的一些那个厂房建厂的贷款的问题嘛。那工资的问题，你现在因为你回来的话，你要工人嘛。那工的话，那工人够不够？那当然，你这个可以说啊，吸引把外面的人那个找回来。可是制造业一般来讲的话，他的薪水都不会比较低嘛？那是不是应该要支持那个外劳的基本工资要脱钩呢？我想这样好不好，罗淑蕾委员？因为现在我还没有报到，还没有上任。我刚刚讲的一个愿景是我们将来高雄市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叫做行销高雄。所以我这个市长必须当超级推销员，也要主动跟这些台商伸出温暖的手。那他们回来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问题要帮他们解决，不管是土地、资金或者行政程序，那这些我们都会陆陆续续的全力投入去做。那现在我没有办法完全答复你的问题，因为我还没有报到，请你们相信我有这个决心以及这个愿景就好了，好不好？好，我们来第二个问题，阿关要请问的是，这一次的寒流旋风。很多人说叫做一人救全党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跟你合体的，包括侯友宜啊，也大幅度的超过百万票当选，包括卢秀燕也超乎预期的票数拉开了非常大幅度的差距而当选，跟你合体的选的都很好，甚至连高思博哈、啊，甚至连我们所看到的陈学圣，本来以为会气势很弱的，都选的不错，连张立善也当选了。但你一直没有和丁守中同台，现在丁守中的票数和柯文哲不只是卷成麻花，已经是麻花中的麻花了，现在差距只有1000票，为什么从头到尾都不和丁守中同台呢？让他没有办法吃到韩流的票。因为我讲过，在过去台北农产的任内，我非常感谢柯P市长对我的知遇之恩，然后对我非常的照顾。那丁守中同志呢，是我国民党同党同志。那在我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我有的时候很难做，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我只能说，这是一个思考点。那我在媒体上已经多次都讲过了，那今天的我的答案也是一样的。哎，这个我补充个内幕了，好，我补充了。好，谢谢。热乎乎新当选的韩国瑜韩市长接受我们的 SNG 谢谢阿关小姐，谢谢各位来宾，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希望你们帮我们高雄祝福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韩国瑜韩市长来。